恭喜林心如与霍建华诞生小公主，我们特地请到台湾铁嘴算命师小梦老师来瞧瞧这小公主的个性。林心如呢，选择在1月6号晚上的时候剖腹产，而这个剖腹的时间点刚好会让这个宝宝命中带桃花，一出生就会很多的奇幻，未来追求者重头不稍加控管的话，这个小孩子比较容易会跟别人跑哦。而且这个孩子与林心如结缘暗示，前世是林心如的另一半，上上世则是林心如的小三，所以呢，他们在前两世的时候都是属于另外一半的关系，在今生终于变成林心如的小孩。那根据呢，莫老师用塔罗牌来看的话，林心如爱你和妈妈非常的契合，感情好到连爸爸霍建华都会非常的吃醋，但是这种醋是甜蜜的醋，有助于增进感情。未来这个宝宝有望往医疗常才，或者是到海外的服务，绝对会是做医生的。前世今生虽然我们看不到，但华星恋爱的结晶，相信从医能够造福更多人吧。话说回来，有没有机会看到小公主的弟弟或妹妹呢？我们请老师再大胆预测。林心如在后年的9月到12月这段时间，容易会中到第二胎哦，那第二胎也会是女生。心如参考参考喽。